网友扒出证据，张明恩渣男疑坐实疑情胡冰卿，徐璐工作室回应一脸懵。近日有媒体拍到内地小生张明恩与胡冰卿在酒店门口的照片，照片中两人行为举止十分亲密，更情到深处疑似亲吻。该消息一出，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，网友纷纷对张明恩出轨事件发表言论，似乎意识到网上的诸多揣测，为避免影响自己的形象，张明恩马上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发文称已于去年与徐璐分手，没有移情胡冰卿，只是剧组杀青聚会而已，请不要做诸多揣测。不过网友似乎并不买账，纷纷留言称张明恩出轨事实，而有网友扒出张明恩520微博晒出的照片，照片中正是送给徐璐的一双球鞋，而在同一天更发文艾特胡冰卿。不过也有网友称只是新剧宣传而已，而另一边也有媒体求证了徐璐所属的工作室，徐璐工作室回应到看到这个消息也是很吃惊，一脸懵，也是昨天注意到徐璐取关了张明恩的微博，对于艺人恋爱不做过多干涉，至今徐璐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。